来吧，我们现在开始出奖。出奖的话要看一下，现在切磋没有必要，不要自取其辱。我们需要一个海魔女，海魔女还需要一个六星的，这个倒是很简单。海魔女来只风向天的话，风向天需要什么？风向天需要两个风向天，这个的话 只需要一个贝蒂斯，只需要一个贝蒂斯的话，第二个心愿搞一个贝蒂斯吧，第一个搞一个海魔女，其实也可以，还有这个欧亚的，欧亚也要搞，完了。海神眷顾之处，欧亚应该要先搞，欧亚就只差一个风向天就够了，风向天需要两个哟，风向天已经剩完了，没有素材了。我考虑一下，每月礼包还有两个68，这个要氪吗？其实今天运气不错的话，这个可以氪，但是氪的话，这个上限又要多加1500，也不是不能氪。哎，来吧，先抽着。与战斗已胜利，与死者已再生。好，号主他没有在看直播，他让我自己来。我有一个五星风向天，五星的风向天哪里？哦，有一个，哦，风向天差一个，欧亚也差一个。好的，与战斗已胜利，优先风向天，与死者已再生。风向天来一个，欧亚也，海魔女，选个谁？我觉得海魔女比较缺，先来个风向天，这个可以肯定可以升一星的，直接。实心杂货店兑换，考虑一下，抽之前一定要慎重。这个没有，没有我需要的。斗魂，这个还早呢。欧亚要100000，我就只有6万的素材，这个素材是到不了，到不了。这都是需要100000，这也太难了。先升欧亚，我就怕欧亚之后还是再出。但是其他的我比较缺，比如说我到时候又抽多一两个欧亚，有可能，对吧？有可能，先搞一个就可以了。先搞一个，先抽到他再说。海魔女没有办法积分兑换，对的，先抽一次。遇到的，这是最坚固的防线，没有，应有之意。再来，夜袭400星，还有一个欧亚。好，再来，夜袭400星，还有个欧亚是吧？今天可以到300星，白宝山给了一个巴西。再出也有用，就是12星再往上还有用，但是我现在先给别的升一下，千万别欧亚。好的，就是第二个放海魔女，好，成交。再来，是谁？梦神机，垃圾，没有废物的武魂，气死个娘嘞！废物的魂师，给一个，直接海魔女。好，这次抽了，如果没有给的话，我们就选一下。尽管仰望我，戴维斯没有。好，软弱的人不配与我一战。海魔女，这两个一起上吧，这两个一起上。先出谁后出谁听天由命，我不管了，反正出哪个我都是刚好可以升级的，但是今天肯定不可能两个都出。好，阿银，怎么要给我个光系？阿银，我不要，你给我个邪月可不可以？我昨天抽到一个暗系的，今天抽到一个光系的，已经很欧了，但是你把我的欧气用完了，我拿什么去抽我心愿单的东西？大哥你真的是不像话。凡人就30抽了，很难受，少连一个，没有，没有，又要保底了吗？这搞的人好难受啊！已经打到405层了。来是谁？弗兰德。愚昧者被盗，必杀己身。最后十抽。今天这个心愿单的这个东西好难出啊，太难出了。好，又来一个金色的蛇龙。生命是有光的。怎么给的都是我不要的？我的欧气用完了是不是？来，世界充满钻石，我抽，唯有痛楚，抽20抽，再抽一个5星的，这个游戏要把人逼疯了，我的天，烦死个娘了。这次就没有，选择我不需要的东西是吧？这个狗屎的心愿单怎么今天飞成这样，一直不出。但尽人事，我好，30抽，哎，充值充值，我买了吧。两个68，一个328，我买了，我买还不行吗？我非我买一个，买完一个先抽一下。世界充满假象，就不要一下全都绑进去。唯有痛苦，抽30抽。哦，挑战失败了，那就没有连好。好，水冰儿，又不给我心愿单，直接10连抽。玉小刚，没有，再来10连抽。唐月华，戴维斯，谁？就不给我了。我再来钻石抽一个保底，给我一个心愿呀。就实在不行，给我个唐三其实都行。这游戏太坑爹了。谁呀？白宝山。失败中成长。要停了。
要停了。来，我们再冲一个648。已经疯了，已经疯了！我的天，你这玩个卵子！1、2、3、4、5，上头就出了。大哥，别呀，一个都不给。现在不给保底了，别上头呀！叠四个，给谁？有人说我蛇蝎心肠，还是不给？我感觉恢复了明。你又要保底了？海神海魔女，这保底的。没有，终于给我一个轩辕丹的海魔女了。只有废物的魂师，剩一个风向天。好的，海魔女不错，对吧？实心海魔女就出来了。我又来一个，从来志玲。有人说我蛇蝎心肠，还能忍，还能忍。来，志玲，我们抽一点，抽点我们需要的，然后我们再兑换一个风向天。没有给啊！小溪大的保佑，求你保佑我，抽三个黄的吧。没有了，这等等等等再来，先不要急。海魔女先生，海魔女需要一个红的和一个六星魂师。抽风，风的话只有两个我要的，我还不如兑换，我还可以兑换一个的，别着急。而且明天我还可以直接再抽一个心愿的，那个肯定抽一个心愿的是没有问题的，就是有办法抽的。单抽出奇迹，我不想这个了。来，海魔女，我们兑换一下。海魔女，哦，没有吗？不在这儿。我好难受。Task Kid， 单抽必保底。反正不要搞啊。来，海魔女在哪儿？叶玲玲是可以升的。没有一朵花。叶玲玲就差一个六星魂师。开始。这水冰儿，水冰儿，算了算了，水冰儿不要管，我们搞一个小唐三。没有废物的武魂。升一个星。只有废物的魂师。吃一个谁？一二三，好，两个小唐三了。我们这个无所谓的，来，叶玲玲先生。一朵花，一开始。好，六星魂师，抱歉，小唐三出来。没有废物的武魂。只有废物魂师。先给叶玲玲升一下。一朵花，一开始就是花。懂你。加23,000 ，nice。然后又要80魂师，80狗粮不够了。我现在需要蓝色的，非常需要他的这个狗粮。紫珍珠可能还要需要再来个80的狗粮才够。好像是可以，刚刚好。今天。现在这个升级的话，唐三不用，别。来，海魔女升星，然后再来两个少年唐三，再来两个少年唐三，走你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来，后面一二三，一个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水冰要可以升八。升八之后把它吃了吗？水冰儿不要吃啊，尽量。好，唐三升级了，现在又可以吃了。海神吃起来，少年唐三。我安身立命之地。绿加23,000，120,000战力了。好了，八星魂师今天要凑。挺难的，来，我们再去抽卡，再继续抽卡。是归顺，还是感觉有一点点小欧气？来，再抽蓝色的，需要好多这个狗粮。给一个水冰儿，我们现在是需要什么？我们现在欧亚其实也可以，给一个欧亚不行？怎么现在播了最后又最后五次，又不给？我靠！我的天哪！328走你。已经买完了，没的东西买了，需要狗粮，我知道需要狗粮，所以我们就再抽。水冰儿可以八星狗粮是吧？七次水晶，实在不行我们可以兑换一个。叶玲玲不错，没有了，单抽出奇迹，再来一个。少年唐三，再来一个，没有了。先知暴驴，有时候哦，有时候不行，有时候飞的不行。来，战斗已胜利，再召唤，最后22次。风啸天可能给我吗？没有，没有。最后，好，不要上头。谢谢小溪的及时提醒啊。死亡是生存的代价。这个又没有，你要保底了，好难啊！这抽卡为什么那么难？就是因为他给了我一个光系的嘛。看一下给什么？如高。遇到除了我妹妹火舞最厉害。我们要不要再花点这个钻石，再抽一个保底？不要抽了，不要抽了。今天我看一下，星级已经很高了，我们还可以再升的。这狗粮应该刚好够11星，11星，好的。然后风向天的话就差一个，我们贝蒂斯其实也差一个。贝蒂斯，风向天，好，风向天去哪了？哦，银币许愿，好的。好，风向天有的，好的。许愿屋，许愿风系的吧，去许愿吧，来，许愿，42的愿力值，再来10次。
给的是这个，再来，好，给打响了，这个重置了，这然后要重置一下吗？刷新一下吧，这个没有区别了，这个是土系的不要，火系的不要，水系的可以，这个是八蛛毛，紫品八蛛毛，八蛛毛要刷更厉害的吗？再刷，紫品都是紫的，我花点就暂时试一下，都是紫的没有例外。好，不刷了，看一下给风系的也还行，就是紫品的呀，最好就是紫色。好的，开始许愿。好的，只有紫的 ，OK OK， 他要五个紫的，可以升一个的，再抽，抽到这个了，再许愿一次，没有抽到，再来一次，好，刷新，再刷新，好的好的，火系的不要，就随机精灵算了，水系的，好，抽到就刷 ，OK， 再许愿，早啊，南星。又抽到水系的，这个有问题，风系的来一个，大奖怎么还不给，又要保底了吗？别吧，好，抽到了，我的天哪，刷新刷新，这个八蛛毛也没有了，火系不要，土系不要，好，风系的走你，这次应该不够了，好，没有了，二十六，最后单次许愿，好，没有重置，不好不好。这个祈祷其实哎随便起一个都无所谓的，他肯定不会给这个协约。哦，给了十个这个还不错。然后我们现在要想想去怎么样升星了。魂师我们开一开。夜零零。水冰儿。就两个一个一个开吧。开一个风暴天。这个是宁风致啊。风暴天来一个。怎么那么背，这太背了。水系狗粮其实是够的。太背了，时间裂隙可以先打，好的好的，这个时间裂隙打的话是需要这个等级的，等级不够高，主要是下面再打第八章第九章要41级才可以啊，需要给你回去挖矿吗？习惯就好，难受。然后现在把这两个星级升一下，先升我们的海魔女打时空，好的好的，这个不着急啊，欧亚其实明天能不能到这个400星这是个问题，现在等级不好升，我们先把这几个搞起来。风啸天啊，今天真的很缺风啸天或者贝蒂斯，因为风系的狗粮其实应该是可以升搞一个的，我们先给这个搞一下吧。他需要一个八星魂师是吧，八星魂师令风之不要，不要养八星魂师，紫珍珠不够呀，水冰儿吃了吗？水冰儿应该不吃吧，去换一个风，其实可以换一个风的，一会儿换，我们先把这个升了。水冰儿没有用，风向天我知道可以换。八星的搞谁呢？少年唐三够吗？少年唐三好像是够的。三个就是五张，他需要二十张。哎，刚好够。他刚好够，二十张可以够的，但是其他的材料不够吃，他得要吃自己。我的天，我被卡了呀！这狗粮不够，我们要去开一点狗粮了。打星级，开四个，开三个，先合出四个小唐三来，就这样的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好，吃起来，一个，两个，水冰要没有用，好的，待会儿看，有可能不够的，得要吃。哦，好像是够的呀，八星好像比较简单，好像也没有那么简单，直接升仙，直接升了。还差一个小唐三，别的也没有了哟。小唐三现在是够了，但是额外还需要一些卡，额外还需要一些卡。这个家伙，水冰儿升一下。水冰儿待会儿应该要吃，这里足够八星，把这个本体吃了吗？我们先和小唐三吧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哇，这个用了就没有了呀。我看一下，小唐三，我们是需要两个红色的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他现在需要武魂，只有废物。把水冰二吃了吧。小唐三其实也可以吃，一二三四五六，这个为什么不分解啊？吃紫珍珠哦，可以的。
紫珍珠这个可以吃，来小唐三，吃一个。没有废物的武魂，只有废物的魂师。这个可以吃，精心留着。紫珍珠，水冰耳，吃了。其实自选不需要的，这个肯定不需要。好，小唐三八星搞出来了，下面一个就搞这个水冰耳八星，先给他吃。海魔女。便是我安身立命之地。小唐三，吃一个，升星。好，来了个现实的198，牛掰！购买成功，这个是很划算的，加了23000，又加23000。然后接下来是叶玲玲，叶玲玲这里有点麻烦的，她可以吃，我看一下这个水冰儿，吃水冰儿，有点浪费啊。先和小唐三吧。没有废物的武魂。我看一下总共是需要几个水冰儿，可以吃两个，一个、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。其实这里刚好用完。只有废物的魂师，对吧？现在水冰儿升星，一二三四，这样就没有了。但这两个可以作为很好的狗粮的。狗粮卡不应该这么吃，应该要留一些。我们欧亚还需要生的，欧亚还需要生的，开一些这个狗粮啊，必须要留一些这个狗粮的，不能全部的都没有，到时候八星就很难了。开两个，再开两个。啊，这个是真的难。小唐三呀，小唐三，哇，我真的都不舍得开的。小唐三现在也不够，还得要再开一个小唐三。水冰儿我要留着，其实我可以把小唐三留着。像猪，雪清河，啊，这个可以来个三星的吗？都不行，就差一点。唐三本身可以升一下。永远不要让别人知道你真正的实力有多少。留谁都一样，好像都差不多。就是到时候我有这个运气再出两个水冰儿嘛，我觉得我是没有的，所以我觉得水冰儿可以优先先吃了。这个少年唐三的话要多留一些，还是得要再开。这个欧亚很快就要开了，明天我还要再抽奖的，就这样的一个思路，我们再开两个吧。这个狗粮真的是贼缺，再开一个。哎，唐三有了，唐三有了，我又不舍得用，用的话就直接把它吃了。我们开个别的吧，开个别的。哇，现在每一张卡我都用的好纠结，要不再抽。抽一点点，世界充满假象，再抽一点点，唯有痛楚。这个太纠结了，再给我几张狗粮，谢谢你了，我不要别的，赵无极不要。在失败中，全开要留风系的，风系很缺的。升唐三要留的，留了到时候升欧亚，不然升不了。是我明天啊，明天其实不怎么抽别的卡。我们学院只是哦，弗兰德，这个是一个狗粮，他可以当狗粮的，这两次运气还可以啊。积分可以换狗粮，为什么要拿积分换狗粮？我叫小五。哎，少年小五，再抽一次吧，最后一次。哇，弗朗杰来了！哇哇，第二星月来了！我的天！哇，省钱了，省钱了！弗朗杰，风啸天，风啸天，风啸天！哇，你牛掰了呀！牛掰了！风啸天人呢？抱歉，我瞎了啊、哦，在这儿。我的优点是真的后面。我的天！最后一个星月抽到了。太不觉得自己做错了。啊，今天还是欧气十足的。哇，突然间一扫今天所有的阴霾，可以的。然后水系的有狗粮了吗？这个有了。生命 S 来升一个，这个随便吃一吃，可以了哟。来来，我是爱和正义的水冰儿，升个星，代表月亮消灭你们。水冰儿我就吃了，少年唐三留着。哎，这个唐三我也不要吃，这个唐三我也不要吃，这个唐三不要吃，我要搞四个少年唐三五星的才行。这我就全部开水系的了，啊，两个唐三，一个学武，这个唐三不好开的，说实话。是归顺。实在不行，我明天多抽一点，我再抽一次。啊，心愿单我没有设置啊，无所谓了。我是一个在黑暗中。学武，四学，哇，又来一个素材 ，nice， 抽到一个素材了，抽到狗粮了，哇，可以了，可以了，又节省一个唐三，又节省一个小唐三。水冰儿。我是爱和正义的天水美少女。就不要吃唐三了。代表月亮消灭你们。这个。这个对吧？这个没有错，可以了。OK， 不要吃少年唐三啊 ！Nice， 吃完了，哇，这个好爽。然后水冰儿再升星，八星来了。现在就给他升，这个是不够了，对吧？然后叶玲玲，叶玲玲吃水冰儿升星。好的好的，这游戏就是设定了有一定的这个浪费，不然怎么挣你的钱，对吧？好，现在可以升这个风啸天了。风啸天需要一个风啸天和一个六星魂师，六星魂师非常的简单。宁风致其实可以吃，也可以留着。哎，
这个是巴西的狗粮，留着吃两个弗兰德。哎，弗兰德不要做这个狗粮了，是后面的，其实也可以生啊。但是小五我不打算吃，以后可以给这个小五弄巴星的，对吧？我吃一个弗兰德，弗兰德其实出的也不多，都把它吃了。我的优点是来诚心，我的缺点是弗兰德走你，从来不觉得自己好。石心，风暴天，然后八星红狮要做一个出来，我们做一个智灵吧。智灵姐姐出来，一个心可以八星留着。我是狗粮不够的，你看这是狗粮不够，真的不够。这个是猪猪心要留着的。无论成败，智灵可以八，我知道。都是地狱。小五的话，是女孩子，你应该让着我，可以留着。对对，先合一个，这个不会作为五星素材吃的，这个、可以先合一下。哎，这个其实合不合计也无所谓，问题不大。我看下这个贝蒂斯，贝蒂斯还差一个。先知可以换一个小贝，那样的话素材不够了，那样的话素材不够，狗粮不够，明天我们再换啊，明天我们再考虑。今天其实，哇，真的很极限，是逆风制。宁大哥，他不想被吃，我感觉是这样的。宁大哥，一二三四八星可以吃两个，可以吃两个，但是不到最后不要吃，但是先封上天啊，封天才能生，把这个吃了吧。从来如此，现在是需要四个，这里有一个，这个要留着，这个留着当堂主用的。小五留着，少年小五 我们回一下吧。跳舞的舞，一个白真香不吃，你看刚好三个，好极限啊，好极限啊。少年小五其实不用考虑用它做八星素材，素材不太够啊，果然不太够。我到逆风制，实在不行用逆风制来生。从来如此，智灵可以生了。点对吗？少年小五三个，加一个弗兰德，这样的组合没问题。先封耀天啊，贝里斯明天再看。生妈的话有可能要吃那啥，吃逆风制。来，封耀天，走你。我的缺点是又吃了一次八星智灵，加两万八 ，nice， nice， nice， nice。我这个阵容，这个阵容很强了，406可以挑战好多了，密集学习一下。风制要上的三风啊，抱歉，我玩的不是一个游戏啊，不要指导我。好，看一下，我的天，那么多十一星，这个明天十一星，这个明天应该也能十一星。然后现在做一下时间裂隙，升级的话我要明天再升啊，等明天再抽个卡，然后我们再升，比他的这个素材就多了一些。这是一剑上阵。可以全留140141是要的，这个必须要要。我们想想考虑考虑，这里提升魂师经验是吧，这个先撤了。好，这个没有了，我们这个升不了星了，今天是升不了了，很极限，把这个提升上去。哇，这个打得好快啊，现在他18宗门18级解锁，我现在宗门是16，这魂师经验如果我到18我再吃我就贼牛掰，你知道吧，这个版本他已经到18了，他现在再吃这个魂师经验就贼给力啊。我的话我今天必须要先到140，然后我这个战力其实131万，搞搞140万今天就差不多了，我要稍微吃一点魂师经验不然升不了，是这么个道理。魂师经验先提升一下，提升一下它，海神眷顾之处，因为140进阶的话能加很多的。这里20个利用手里明天都不需要买了，哇，丽莎，然后再接下来再给他升一下叶玲玲，升星，我的天，感觉这个视频都好精彩，这个也需要去狩猎 ，nice， 再进阶，哦，给这个进阶可以的，加3万，我就加3万战力了，你乖，再来捕获一个辅助系的，便是我安身立命之地，宗门任命是吧？武堂怎么不放人？因为我有骚想法，这里要不先打打，我想想现在我们战力加了很多了，我们先把他们全都突破到140，然后剩下的给这个升一下，现在我生命之树已经140了，可以升级。哇，好多材料，是刚刚花钱给的好多材料，165级，现在再给他升级 nice， 再加，我加了3万又加4万吗，那么屌，139万了，这推的好爽，先等等，先让他推一会儿。这里魂师经验我看一下可以切磋试试，差了10万战力的，差了10几万。这里我想今天应该
试着把邪月升到180，但是先等等，我先还原回去啊。这里试炼之境能打好多的，先等一下。哇哦，先打，然后升这个宗门。现在先不要吃这个什么东西，月个10万没有问题。他不衰的，他不衰的，他一点都不衰。我这个星级比较高的话，他其实也不差。我可以试着切磋一下，好，试着切磋一下吧。这里我还能提升很多，时间练习奏一下。挑战8-3，水火也可以得宗门经验。好的，先上阵，走切磋看一下。他176万了，牛掰，牛掰，牛啊！我祝他抽不到这个海魔女。来切磋一下，立堂合一下，待会看一下这个有多大差距。他有181了，哇，两个180级。他是真的厉害，我这个一个165差的比较多，哇，直接把两个秒了，没有用了。他这个邪月速度太高了，轮毂可以看一下。好的，这我的输出直接死了，我的邪月直接死了，这个太惨了，这个没有任何挣扎的余地，全力养三个，开心。他300个星星还没收到，先手一波给我打死。是的，是的，他星级，他这个等级 比我高啊，魂骨好是吧？魂骨的话我们可能要开小套，这儿先领取一下这个奖励，然后继续打。接下来先不录制吧，生命之树解锁一下。哇，解锁那么多格子， nice 啊，48个，一个两个三个，又加了15000， nice。 邮箱精彩预告，好的，出来，时间练习继续打8-4，然后宗门继续挑战。立堂这里合一下寒沙摄影是吧，只能打造这个东西吗？好像只能打造它。高级铁匠打造不了多少的，一次加10的经验不够了。好，不够了。安吉背包寒沙摄影还能再升星，哇，再升一星。好了，可以了，安吉升了。然后你们刚才说的是什么什么还可以升级，是角色吗？角色现在最菜的是这个，这个其实可以给他升到8星的土系，修建也可以升。我先升个8星土系，加2星的这个经验比较好。啊，挑战失败了，暗器总结束提升了。好，现在再出来，再领取奖励410。来换一个这个阵容，我们今天这里要打好多的，留着他慢慢去干，打不过的时候我们再吃这个经验，没有别的事情要做了。然后任务140万战力，我当初对比我当初玩的，我当初就是一个渣渣，他是真的厉害。